同埋家家有福。全部馬匹準備投檔六場賽事四班千二米嘅短途賽鄉議局杯準備。王琦居王琦居起咗噶啦。嗰只和谐繁荣啦，都搞搞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，哇好多只抢添，外边万事恩啦，咁啊好甜橙啦，咁啊仲有埋边位置咧就系呢只大荣来红衫嘅，中间咧就系呢只扬名高高啊，外边啊快利，内栏黄衫仲有家家有福啦，大约跟住个第七位仲有神威翱翔啊，再后边嘅马先嗰啲神火金刚内栏第八到啦，咁啊再后多少金饭碗啦，后边嘅马尾五标志霸，尾四伊斯坚，尾三劲飞活力，尾二和谐繁荣，包尾嗰只咧就黄金元帅转紧弯啦，咁啊内栏位置就好甜橙万事恩拍住佢，内栏第三咧仲有家有福啊！出边啊快利，第五位扬名高高骑紧噶啦，咁啊似乎嗰只大荣来曾经失过平衡，红帽嗰只咧亦都喺外边走翻上嚟，跟住佢后边仲有神威翱翔啊，后啲先有标志霸嗰啲马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好甜橙斗紧万事恩，中间快利咧攞紧平衡嘅啫，咁啊慢慢上紧嚟，神火金刚马林追，马林中间追，仲有标志霸，外边啊金饭碗，最后百零米外边数入去，快利万事恩入边好甜橙，出边追神威翱翔，接近。终点快利今场赛事咧可以赢马啦，跑第二名好甜橙同埋神威翱翔影相，第四系万事恩啊！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快利换一换配备啊，咁啊追赢一对放啊马，好甜橙内栏啦，十四号万事恩啊唔多啦，追上嚟仲有一只神威翱翔啊！三号马快利啊，咁啊见到咧拍宝咁啊帮你马咧临尾话落翻7.6倍啫喎。啊！胜出噶，跑第二名里边啊，见到系十二号好甜橙都好多飞落噶啦，尾田太安第三名，十一号嘅神威翱翔啊，背汤尾最后佢大热门啦呢匹啊，跑第四名咧就十四号嘅万事恩吴家俊啊，快嚟拍宝一度上我先11倍先讲啊，跑完得7.6嘅啫原来。跟住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三号快利，独人派76.5，位置派27蚊；跑第二名十二号好甜橙，位置派35蚊；跑第三名十一号神威翱翔，位置派16.5，连人位3搭12，派461.5。三重彩三号、十二号、十一号顺序派4175蚊，单 T 派559蚊，位置 Q 3搭12，派151.5，3搭11，派64蚊，11搭12，派85蚊。好，睇翻张相，第二名啊，里边好甜橙啊，第三名咧就系十一号嘅神威翱翔啊，跑第四名系十四号嘅万事恩啊。头先林家比阿浩然都讲呢只快利回到去11倍，跑完之后你以为有啊？76.5就得翻。头四名有三只落飞马，四只其实连埋大热门只神威翱翔啊，咁啊两只着紧啦，好甜橙、万事恩，咁啊呢只三号咧唔惊唔觉咧，临尾都拔不振飞咁啊落翻7倍。上次啊塞咗条直路啦，拍宝，今次啊守住咬住个靓位啦，直路咁啊一加速，
咁啊胜出。向尔局杯啊，呢一场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 二格夜半热门派22蚊。四连环预计派彩，三号、十一号、十二号、十四号派1130蚊。四重彩预计派彩，三号、十二号、十一号、十四号顺序派30164蚊。好，福全宝啦，拍宝嘅颁奖啦，准备啦。見到騎練啦，一齊出嚟領獎。呢場香耳局杯嚟嘅，咁啊1200米，今日四班有兩組。好，咁啊，頒獎嘉賓到齊啦。香耳局杯。练马师奥白新，好拍宝红杯啊！我颁紧奖嘅时候，现场都进行紧压地啊！好，影幅搭照啦，啊，干杯啊！好啦，睇完颁奖，亦都睇翻个巡逻影片啦噃。起步咁啊，好多马都出闸唔快啊，劲飞活力咧，出边嗰啲黄金元帅都系慢嘅。咁啊，前边位置系戴荣来走啦，但系都唔系佢带嘅。出边位置好甜橙啊，逐步咳紧埋嚟，见阿田太安眼望望咁啦。出边位置就万智恩，咁啊，中间位置杨明高高亦都顶住出边嗰只快利啦。马林中间见到戴荣来有啲逼劫嘅，贴栏位置话料都 check 咗啊。内栏位置啊，家家有福啦，后边就神威傲翔金饭碗啦。内栏位置就嘅神火金刚，后边就伊斯坚啊、标之霸个堆啦。咁另外和谐繁荣啦，劲飞活力黄金元帅咧就落后咗，步速咧又系较慢噶，第一段咧都慢过标准接近一秒嘅。咁啊，戴荣来头先入弯咧就立避过啊，跟住都有少少乱咗龙，唔知系咪咁解，所以都跑得麻麻地啦。我都几影响啊，133磅咁夹一夹佢咯，褪咗落去。嗰只标之霸就喺后边嘅，一路咧头我少少系话呢度又撞一撞啊，戴荣来啊，掉一掉啲对手。
都是前面一堆回来，后面那些侧身马呢没什么边只走得好，那些初出的这些事都挺脱节的，伊斯坚啊、景飞力啊、黄金元帅在晒尾。好啦，第六场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三搭十二派151.5，三搭十一派64元，十一搭十二派85元。组合独赢3-1，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2元。四连环3号、11号、12号、14号派1130元。四重彩3号、12号、11号、14号顺序派30164元。孖宝派彩头关8号，尾关3号派554元，头关8号，尾关12号，安慰奖派192.5。分段时间头段24秒73，第二段22秒61，末段22秒71，总时间1分10秒05。